姐，你在干嘛？我剪一下头发呀。你自己剪啊？是啊，我就剪一下这个刘海。这么省钱吗？能省一点是一点啊，这个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。你要不要剪嘛？我都可以帮你剪。我不需要你帮我剪，你会剪个锤子。现在有好多粉丝问我，你天天穿这个衣服和裤子啊？衣服啊，我都没买什么衣服，能穿就穿呗。要不要我给你买几套嘛？你给我买几套？对啊。去哪里买？你想去哪里买嘛？等一下带你去消费一波了，去不去嘛？看我剪的可以吧？还行，有点像那个少女一样的。这样的不管他，无所谓了，又不嫁了，嫁老公。你不想嫁了？好像有点不起，有的长有的。你不要把眉毛给剪了。我去洗个头，要不出去逛一下也好。这个电动车不知还有没有电，好几天没充了，看一下有没有电。还有三个电，姐走吧，带你去看一下衣服，去不去？你买单、啊、可以啊，问题不大啊，去看一下嘛，先合适的就买啊。你带着我，现在带我姐去看一下衣服，打算去消费一波。姐，你那个头发是湿的，这个头发还没干呢。是啊，等一下吹一下就干了。这头发还有淡淡的香味啊。姐，你会不会走啊？你要指路啊，就一直走嘛。来后往右拐，到了到了，我姐先把电动车停好啊，走吧。今天吉安的天气有点热，走在外面的话有点热的还去了东方红，这个里面有好多衣服，先去瞄一下，去这个东方红购物广场里面，顺便吹一下空调，热的还去了，在外面。这里面全是爸妈的衣服、啊、这里面的衣服好多，看一下嘛姐，这个89，试一下嘛，这个超短型的嘛，这个摸起来像水里的孩子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也那个白的可以啊，透明啊，透明的吗？这个衣服有没怎么有透明呢？看不到好不好？感觉两个都可以。穿白的比较年轻一点，白的就年轻一点。黑的显瘦一点，我说这个腰太肥了，这个肚子大。腰肥肚子大，所以感觉穿衣服好难看。嗯、这个真的漂亮，这个可以啊。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显肚子，哪个地方？显肚子，这个哪个最显？这个是裙子，肯定是裙子，它是一套的，衣服套裤子。老板娘这一套多少啊？100多啊？哎，你觉得怎么样嘛？这个衣服还可以，然后这个肚子行不行？这个肚子啊，这个肚子谁叫你吃那么多？平常没有口袋吗？有，试一下，这就显得好瘦。他本来就胖。要是肚子没有这样瘦一下可以，这个肚子太大了，自然这样子。你看我这样子一吸气，这个肚子好大，这样子就可以。要是没肚子穿你这个衣服真的可以。我感觉更大的，喜欢紧的那种。你喜欢紧的是不是？这个衣服不是单卖的，单也可以、啊。这个裤子好松啊！我喜欢这个裤子，这个衣服应该还可以。包紧的，这个就是包紧的。怎么像老太太？有啊，像个60多岁的。压肚子的，就像那个金身。这个裙子还可以。要价169，怎么样？这个衣服？你跟他讲价，讲了不少。他说180，我说100块。我觉得100块还有点贵。但是他这是属于超市里面比较贵一点，因为他要门面费嘛。衣服拿货的话，估计是几十块钱。那肯定要赚啦，那门面费那么贵，算了，随便买一套试一下。哥哥都说我天天穿那一件，我今天买一件给他们看一下。你不就是天天奇怪穿那个布兜吗？那个布兜给丢了。那个在网上买的，那个网上的衣服超级便宜。30块钱就可以买一件了。现在肚子好饿，去吃点东西吧。